今天8月29号，2002年，是我们南投和七七的验血活动。最近因为身体有点不舒服啊，胃开刀切掉2/3，那还要做化疗。但是我们这个验血活动一定要做了，因为我们有6万多个患者在等待配对。美英老师，他让我很敬佩的是，有时候他不说，可是他是做给我们看，他希望让大家看到他就能发一颗菩提心。妈妈是从退休前就开始加入慈济，那退休后更全力的投入，从亲子成长班、大爱妈妈、环保志工，然后医疗志工都有她的身影。在她的背影里面，我们看到她的忍耐，还有她的努力。我们都很以你为荣，感恩上人，生生世世追随上人，是敬爱上人。以慈济为荣，我真的不会后悔，我很感恩能够进慈济。